汉堡是一种看似简单却美味的食物，当然连锁素食的不算在内。最近注意到一些以美式汉堡为招牌到处巡回的行动餐车，今天就来到民生社区来尝尝 Choco Bear 巧克熊环岛餐车的手艺，看料理台上新鲜的食材，分量巨大的汉堡肉排排着队，闻着香气，好煎熬啊！ Choco Bear 有着将近十万的脸书追踪，他们的巧克力口味的汉堡面包，加上创意搭配的食材与调味，是他们的特色。这次点的松露奶奶的味道就十分令人惊艳。Choco Bear 出动了三台车，分别负责汉堡、炸物以及饮料。不要小看他们的副餐，尤其是整颗马铃薯炸出来的薯条。这家全台啪啪走的汉堡餐车，有机会遇到千万不要错过，因为想吃不一定吃得到哦。